阮也犹原甘离开，心头像针地位。原谅阮，是为着生活陪你来换饭泡。好，那个戴彰馨，要你真的跟今天你要唱的歌一模一样哎，你真的很像柯艾贝哎。然后呢，就感觉就是很有冲劲啊，但是又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然后今天唱这首歌呢，其实我觉得哦，有威胁到王明琴哦。大里长今天唱歌，我觉得真的那个王里长有点威胁。那个代理长今天唱歌非常稳，而且唱歌的感觉，而且我现在看这个画面啊，我觉得那个代理长虽然你 身高没有很高，但是你的比例非常好，尤其是你的头大概只有许志豪一半。因为我看这个画面，我一直觉得哪里有点问题这样。对，但我站远一点就没事了。对对对，但我觉得代理长真的很不错。